谢谢我们的金牌司仪，那位主席张玉刚同志，行动党嘉颖联委会主席黎维昌同志，我们的全国组织秘书陆兆福同志，慈善区国议员王建明博士，在场的所有的支部领袖，嘉颖的乡亲父老，嘉颖的兄弟姐妹，大家晚上好。 击败歹极端，屌亮！马来西亚有两个92岁的老人，一个是92岁的马哈蒂，神奇的马哈蒂，第二个是94岁的亚洲弹王霍赫年。这两个老人吃的盐比我们吃的饭还要多，可是国政呢？国政偏偏什么人都不得罪。 就偏偏得罪这两个神奇的老人。各位，华人讲究孝亲敬老，马来社会讲究跟着 hormat orang tua。现在那些天天叫电视机 hot 马的，他越 hot， 马来社会就越活滚。那么这华人社会，我们的亚洲唐王郭鹤年。 在华人的心目中是德高望重的一个长辈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很尊敬郭鹤年对国家的贡献，对不对？看什么对？国政在国政部长那次立的眼中，郭鹤年在国政部长的眼中只不过是一条忘恩负义的狗，对不对？你想想。 你想想看，郭鹤年昨天刚刚公布的 Forbes 全球富豪排行榜，马来西亚只有一个人，在全球70亿人口里面，财富是排在100名里面，这100名里面只有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郭鹤年 Robert Koh， 对不对？他的身家578亿。 我问大家，你们的钱有没有过年多？有吗？没有啦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过年这么老？有没有？也没有咯。你有没有过年这么富有？有没有？没有吗？过年这么有钱，过年贡献这么大，过年做了这个做了那个，过年当年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唐王和米王，因为他。 薄利多销，使得我们的米糖价格50年保持稳定，1kg快2钱就是快2钱，50年不变，好像中国监管香港一样，50年不变；过年管马来西亚的糖也是50年不变，对不对？没有穷人都吃得起白米，穷人都吃得起糖，因为有郭鹤年在，他没有赚取暴利，他懂得青山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可是，可是。 郭鹤年在巫统国政的部长的眼中，只是一条狗。请问大家，如果郭鹤年在他们的眼中只是一条狗，我们又算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我们算什么，是不是？你都高年要用狗啊，我得该我得还乜嘢啊？所以各位，今天纳斯利这句话终于暴露出了巫统的真面目。 我华人在马来西亚经商几十年，任劳任怨，全力以赴，受到委屈放在心里面的难处，泪水总是往眼里吞，政府没有帮忙就好了，好还要来为难，现在还要公开羞辱，所以来届大选，这些账我们一次过，跟国政顺德文60年改朝换代，告别腐败。 要变天了，你们要做好准备，而且这一次一定一票都不能少。我为什么说马来西亚要变天？人家说如果你替天行道，自然公天会公道，还你公道；如果你逆天行道， 必遭天谴。今天马来西亚，好人变坏人，做贼的变做兵的，做兵的变做贼。你看我的好朋友
我们公正党的这个班旦区的国议员 Rafizi 过两个月要排队去安化出来，轮到 Rafizi 进去，安化做五年， Rafizi 要做48个月，两条罪，一条18个月，一条30个月。我问大家， Rafizi 有偷钱吗？ Rafizi 有抢吗？有偷吗？有强奸吗？有杀人吗？有放火吗？都没有吗？对不对？可是为什么 Rafizi 要坐牢呢？为什么 Rafizi 要坐牢？不偷不抢，没有贪污，没有杀人，没有放火，为什么要坐牢？因为他揭发养牛婆的丑闻，贪污案件，对不对？乌头妇女组有一个主席，他的名字叫做丹斯利萨利萨萨利萨。这个萨利萨跟政府拿了2亿5千万，2亿5千万骗政府讲要养牛，最后牛全部养到班萨的空洞里面去，对不对？全世界都知道。我们昨天才在国会里面问，萨利萨拿了政府2亿5千万，就是拿了人民的2亿5千万。到今天这么多年了，7年了，7、8年了，到底还了给政府多少钱？他拿了2亿5千万，现在还欠2亿4800万。8年了，不用还了。他们发的钱，这个就好像过去台湾人讲的，马来西亚的钱，国库通党库，党库通体库。明明是人民的钱，最后好像变成乌统的钱，是人都看不过眼。所以呢，必须替天行道，站出来伸张正义，伸张公义，敢敢揭发贪污。如果明年做政府，这种揭弊英雄、反贪英雄，我们应该封他丹斯利，对不对？这才是应应名副其实的胆识力，不是那种拿人民的钱软牛住公寓的。所以各位，你自己想想，这个国家，如果你今天晚上回家，家里进贼，进贼了你去家里警察局报案，啊，路去把那报，啊，妈的无力无力的个查，啊，妈的唔赖我只国只查，妈的就赖你报案的人，你死唔死啊？你个国家仲可以住人嘅，系咪？这证明什么？这证明这国家在国政管理之下，公义淡然无存。我在这边郑重地告诉大家，历史自有公断，历史不会白白的发生。全世界古往今来，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公义，这个国家注定会灭亡；如果一个民族没有公义，这个民族注定会没落。所以各位，今天 Rafizi 的案件让全马来西亚的人张开眼睛看清楚，原来在国政治理之下，所谓的民主、所谓的开明、所谓的中庸，都是老千骗人的伎俩。中国是3年1小变，5年1大变，因为发展很快，所以天天变。马来西亚呢？马来西亚那是国政治政治，3年1小变，5年1大变。如果再给他骗，全部回家吃大便。我们给他骗了60年，1957变到2017，60年，今年2018，换了就忘。我们华人香港过完年，过年是每一年都有一天，对不对？每年都会有过年吗？但是我们真正的大日子什么时候来？真正的大日子5年才来一次，什么时候来？下个月国会解散，4月尾5月投票，让我们全民海啸，靠你一票，改朝换代，为民除害。马来西亚不是阿基哥跟他的肥婆的，马来西亚是属于3000万马来西亚人民的。最近我们在国会里面呢，陆兆福啊、王建民里面，你不要看他们两个人斯文了，在国会里面都好像凶到像老虎这样。在国会里面，我们就联手追击全世界最大的金融丑闻 1MDB 沙都马来西亚达朗巴呀 1MDB。 我们去问 1MDB 到底欠多少钱， 1MDB 政府担保多少，人民要还多少。这一个美国要充公的油瓶是谁的？美国充公的这一个豪宅，纽约、伦敦、巴黎的豪宅是谁的？我们这一个瑞士要追的钱是谁的？哇，我们问，哈，最后一讲说全部不要问。所以香港有一问，马来西亚有别问。那么我要问大家，身为国会议员如
长不给，我说如果议长不给，国会殿堂是找寻找真相的地方，如果国会的殿堂成为包庇贪污的地方，这个国会已经完蛋了，国会的尊严、国会的公信力将会荡然无存，好，对不对？所以但是我们又问多两句，议长说你再讲多多，下个礼拜冻结你，让你没有薪水了，让你不能来开会，让你回家种番薯。这就是马来西亚，今时今日的马来西亚，如果人民还不醒觉，如果经过60年我们人民还不醒，我们不能够再怨天尤人，不用再问别人。很多人问，哎，何敏，这是能换政府吗？哎，不，我问大家，你不要问我能不能换政府，我只是问全场这边1000多个虾影的兄弟姐妹，你们想不想换政府？想不想？你讲想吗？不能坐在那边等猫山王爹的吗？对不对？你要帮我们做几件事情。第一，看到我们的演讲，所有火箭报的消息，一定要 like a share， like a share， 这个很重要。没有 like share， 就死在那边的，全部人不知道。第二，要加入我们的大选志工团。我们要很多很多人，很多人说，哎呦，这次如果大选了，好像从前这样，哦，又写到一半，啪，哦 ，DMB 没有电了，哦，邦加来投票了。各位，如果我们监票人员多，哦，志愿工作人员够多，他是没有办法出老千的。所以你们吃完这餐饭，记得马上找张玉刚跟李维昌报名，成为我们大选志工团，人人众志成城。才能迈向不成，知道吗？你不能够只靠行动党，不行。这一场大选不是希望联盟对国政，这一场大选是生死战，是全马人民对马来西亚盗贼统治的这一个拉进政权，这才是真正的选战。所以各位，能不能换？我告诉大家，可以换。我给大家一个信心，可以换。三角站也可以换，为什么？三届大选啊，这个要讲一点点历史。1938的时候，10年前没有人想得到，308很多人都想不到，哇，突然间去打政府换人，霹雳州换，雪兰莪换，对不对？啊，槟城也换，5个州变天，没有人想到的。那个人家说，无心插柳柳成荫啊，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大家无心投票，竟然投到政府都倒掉。所以各位，308的时候，很多华人都没有想到，可是最后终于相信，原来自己手中的一票是有改变的可能，自己手中的一票是有改变的力量，所以308才成功。现在10年后，10年河东，10年河西，308的时候，我们5州变天。国政第一次失去了他国会的2/3议席，不能够再随便的自手遮天修改联邦宪法，这是第一次。505，哇，505的时候，全马人民，尤其是华裔社会，非常的热烈，非常的激情。那时候我们如果还记得，我们的口号505，换政府，对不对？哇，那时候还讲505，换政府，灭贪腐，打老虎。最后呢，505换政府，换不成更辛苦。所以你不要投诉辛苦，若要不辛苦，记得换政府，换了臭政府，你就不辛苦。要赶赶换，苹果是烂了，就不要一一吃下去。我现在就是烂苹果，有生虫鸟，一只大金，一只 rosemary， 两只都那么臭的虫，你再吃下去不捞晒都是假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不要换？赶赶换买一粒新的苹果啊！新的苹果，那就好像希望联盟一样，希望联盟的上台下面还有一台火箭的 engine， 跑得特别快，特别有力的啊，好像新车一样，老爷车换新车，这是对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各位。那么能不能换？我告诉你可以。为什么？历史不走回头路。308的时候，国政失去了他国会的2/3。505，他不但失去国会2/3，他甚至于失去了他全国的多数票 ，majority votes。再一届大选，
已经有全国有52%的选民不要国政，国政现在是一个没有民意的政少数政府，他只有47%的人投票支持。这一届大选，随着神奇的马顿马哈迪加盟西盟，他最少可以带走15%的马来选票，15%的过去支持国政，这一次支持回希望联盟。我们52%，再加上老马那一股政治力量，改朝换代，指日可待，莫再等待，再无旁贷，一起过，大家一起改朝换代，为民除害，好不好？马哈迪有办法，有办法改掉整个这个政治版图啊！我告诉大家，因为我上个礼拜刚刚带老马去马来甘蹦，这个甘蹦呢是在布吉加纳，这个地方呢，反对党1957年到2017年都没有赢过，每一次都输了，是国政的强区。我们把马哈迪带在那边，放在马来甘蹦，你知道有多少人来吗？不好意思，你们今天晚上1300人、1500人，那上个拜六我去的时候不是很多了，10000人。95%都是马来同胞，很多公务员也来了，警察也来了，警察是来拆我的台的，啊，那个不算，啊，那个他没办法，他我们的这个台到了，哪有像今晚这样美的？马哈迪来坐在那个站在火箭车上面讲罢了，可能这个台我们太好了，警察帮我们搬掉，啊，因为他说没办法，他还要跟我讲 sorry， 因为一个阿拉汉，啊，这个我们很了解的，但是他告诉我们，现在很多警察看到我们都会讲哦。他说 YB 就讲那微笑，干咪什么 YB 八盖八就什么咪呀？哎，是真的。我去市政厅里面办事啊，我去市政厅啊，那个地方班达雷亚，班达雷亚去帮人民办事的时候，几个啊过去都是乌统的官员，这一次看到我，你知道他跟我讲什么 ？YB， 阿达阿婆，哪里哪里记得多咯 ？Y， 阿婆现在干嘛呀？干嘛不记得什么？说到顿顿的妈的！不是乱乱讲啊，我们跟他跑去这个 Felda 的这个区，从前啊小弟跑的时候啊，晚上8点去里面插旗，插火箭旗，好像做小偷一样，要悄悄插，8点插旗，9点旗都不见完了，他帮你收啊，啊他不给你进。现在我们跟马哈迪进去，哇，然后给人讲假了毛慌啊，不但可以去哦，你知道吗？上个礼拜啊，马哈迪挤够力了，神奇的马直接射去纳金的北干选区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。马哈迪就是有这样的胆色，直接去了纳金的选区。哇，纳金一看到他的下面的人，开始那时候就恐吓，哇，他说马哈迪来，我们叫人打马哈迪。马哈迪讲，我又没有拿枪来，我只是拿一支麦克风来，你怕什么？过后不敢了。哦，过后警察派100多个人，你听好啊，警察派100个去保护马哈迪，是不是？马哈迪要做首相呀，是不是？那进来才15个警察，马哈迪去有100个警察，啊，我们可亲眼目睹了，而且几够力，你知道吗？马哈迪在这边讲，对面那进办卡拉 OK 比赛，故意来嘎叫，去那个 Felda 里面，然后他叫到 Felda 里面，哎，我扛头嘞。唱一首歌，今天不回家，唱到济南天不要紧，你上台唱一首歌，那就给50块，一首歌50块，一首歌50块，还有幸运抽奖，听说头奖还是抽那个摩托，嘿嘿嘿，雅马哈100号。哎，各位，可是你知道多少人来吗？南京那边有唱歌有钱呐，有免费餐，有的吃，有的喝，有钱分，1000人，马在这边坐地上。椅子都没有啊，坐地上还要捐钱，还要给钱，你知道多少人吗？3000人，全部都是马来同胞，180%马来同胞。所以各位，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次大选，三大民族无论是华人同胞、马来同胞、印度同胞，三大民族都会在沉默中爆发，海啸就是这样来的。所以各位，当马来同胞要换政府的时候，我们还等什么？对不对？我们等了60年，这一次我们要很聪明啊，总之静静的，不用讲多多，大家心中有数啊。你不，我们讲挂横公道，我们给了国政60年，就好像我们的金牌司仪，他说他爸爸是马华的，
我也坦诚啊，我爸爸是马华的元老，但是我爸爸很成功，马华的元老教一个火箭头出来，这是我们家最引以为荣的家庭教育啊。哎，我爸爸是马华的元老，党龄超过40年。去年啊，讲前几年，在一个马华的前任总会长叫做达多斯利蔡西利，有没有看过他的西利啊？我也有西利，但是我的西利是有仓库的啊，那个蔡西利是忘记仓库的，因为他很忙啊，他上错床就进错房啊。我们没有，我们的西利是拿出麦讲话而已的啊，有创意有仓库的啊，不一样的，不一样就是不一样。蔡西利当时啊，还给我爸爸100块红包，他说啊，因为安克你在打马华党内太久了啊，好像博物馆里面那么久，因为我爸爸80岁了嘛，对不对？我爸爸拿到那100块非常高兴，因为给马华骗了一世人，从小骗到老，终于拿到100块。他拿到100块，他拿100块钱拿来 Kisa， Kisa 要做什么吗？他拿来捐给行动党做大选基金。这就是我们家最成功的地方。所以各位，你家里如果有马华元老不要紧，我们可以放下屠刀立成佛啊，告别黑暗拥抱希望引向光明，好不好？我们反正都给了他60年，能做的已经做了啦。你看我们的那个副教育部长张胜文说要承认统考还剩最后一里路。哎，朋友，你如果有读西游记，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一本叫西游记，西游记有孙悟空，有猪八戒啊，对不对？有沙僧，有唐僧。西游记讲什么？西游记的故事就是说唐僧上西天取经。请问大家，因为一条啊中华文学名著的这个基本问题，唐僧上西天取经总共用了多少年？王建民博士，你是博士懂不懂？不懂不要紧，我原谅你啊，因为今天是美国毕业回来，不是北京毕业回来。唐僧上西天取经总共用了多少年？14年啊，对不对？14年啊，哇，当不经啊，三打白骨精啊，一大堆牛魔王一样，各种各样如来佛给他很多挑战，最后14年唐僧上西天取经成功。哎，朋友，唐僧上西天取经只用了14年，我们马来西亚要承认统考走了40年还走不到啊。但是现在不用怕了，现在有王建民博士在里面，我们不怕。我告诉大家，现在的这一个最后一里路要承认统考的最后一里路只剩下1个月时间，最后一里路只剩3个字，就是第14届全国大选，我们换政府。换了政府，途中统考就可以获得新政府承认，只要一颗 SPN 啊，一颗罢了嘛，对不对？一颗马来文拿到 credit 可以了，就可以去 UKM 读书，就可以去 UM 读书，就可以去 USM， 毕业了就可以担任公务员。国政60年做不到，我们6个月做给你看，好不好？所以我说我们不一样就是不一样。国政呢，它的一里路最后变成一里路，一里路走不完的。我们不用，我们的最后一里路就是要在这个华教的堡垒，嘉颖是董教总的基根基，嘉颖是马来西亚华教的中心，嘉颖去到不断在呀，只剩最后一里路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最后一里路就是换政府。不用听马华讲这么多，你跟他讲，我们给了你61年，你做不到，我们换人做，做得好继续做，做不好可以换回国政，公道吗？至少你要给我们机会吗？今天我看一些报纸，哇，不啊，我这个啊，国政的什么网络团队，是新的这个希望联盟，什么宣言是人牙会，哎，这些是 BTC 不他切公民，我们的这一个、啊、竞选团里面人才济济。你看我们面前一个，我们王建民博士年轻潇洒，高大威猛，对不对？为了想这一份竞选宣言、啊、想到现在头发都掉到光了、啊。王建民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是不是？你看。
谁忙啊？头发都掉到完了、啊，为什么？整天不想好料吗？你看赢了之后，100天内废除消费税，400多亿的钱回来市场，怒狼击败赌活血了，对不对？钱没有回来，过年了以后现在行情啊，未必行情很近呢，东西很贵呢，没有生意做呢，当然没有了。船如果没有水会走吗？当然不会走吗？钱都给人家就吸光了，400亿哦，一天1亿多，每天都吸1亿多，市场资金都干到完了，哪里还有钱？我们做政府100天内废除以后，明年啊，这400多亿的钱回来，水来了，船当然会走了，对不对？那么但是你看回马来西亚，自从纳吉上台以后，什么都说乱拿我们来开刀，对不对？哪一样不是哦？你看现在我们呢、啊，明天我要飞沙巴，要去演讲，买沙巴 ，AA 是给我们肌肉费，比如说，可是机场税要抽80几块，现在还要抽出境税哦，离开这个机场还要给出境税1块钱，改天还要收入境税1块钱，出境关他什么事？入境关他什么事？对不对？也要给钱，然后还不要紧，他说大选过后还要再加一个反恐税，你经过机场一定要照那个机，那个机照一下。不是免费的嘞，飞一下要给40块，啊？现在才合，你还没有睡醒啊？你们不知道啊？不知道都击败的假烂料。我跟你讲，还有嘞，大选过后，他现在看到新加坡 GSD 啊，新加坡从前才3%啊，新加坡明年要起到9%啊。过去新加坡的 GST 啊，刚刚开始是3%，日本也是3%，经过这么多年，现在起到9%，我们马来西亚活血，一下子一开始就6%，现在洞挖这么大，要填这么多洞，你说他大选过后会不会起 GST？ 我告诉你，到时候就恭喜发财呀、啊，啊，他就发财，他就天天跟你收，又收消费税、门牌税、土地税、所得税啊、哦，这一个让你万万岁，回家不能睡。肥婆就好好睡，你要好好睡，记得换政府让那去去松安部落睡，有没有？要，我那个安哥，你两个手要。我知道你们很喜欢听我的演讲，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每次我讲完以后，我去警察局喝咖啡，你们回家睡觉。你们都是一群幸灾乐祸的人，看到我们行动党的人去死了，哇，好血啊，陆南美，要不要投个来？我死不用紧，因为文天祥说，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哎，各位，我讲明了啦，这一次大家还不行，这一届大选可能就是我最后一届，我就可以到时祝大家好运。不拜拜了，我的爱人再见。富贵山庄离开这边不是很远哦，好像不是很远哦。你们记得把国政送去富贵山庄啊，马华进富贵山庄，民政党进孝恩园。啊，乌桶送进国家博物馆，好不好？哎，你不要只是自己投票给火箭哦，哦，也不要忘记啊，不要投错票啊！你不要以为看到那个月光光啊，照也公公照地桶，那个青色的月亮不可以投了吗？你那个青色的月亮现在是纳吉身边的最得力的得手，从前是人，现在变鬼了。从前尼阿基有在的时候哦，我们尼阿基是可以不错的，很好啊、哦。他要做富立国，他不要再乱啊搞现在这样的这种回教国啊。尼阿基在的时候，他们搞福利国，我们跟他合作。所以那时候我们叫大家唱一首歌，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有吗？因为那时候可以吗？现在尼阿基死了哦，人变到了哈迪阿旺上台，现在不是月亮代表我的心。就是那个亚洲天王张宇唱的，都是月亮惹的祸。所以我知道你们要支持反对党，反对党啊啊，任豪好啊，火箭啊，大红花啊，阿曼娜那个金山党，还有一个眼睛公正党啊，搞弯了、啊、这样，四个是一样的啊，随便你投一个都可以，不要紧，月亮不要投啊啊，这个要记得啊。
因为我去江沙补选的时候，我去跑，那个安迪讲，喂，挨我们两三届，我哋一定支持反对党嘅。安迪，你投边个？那我一定支持嗰个投个火与光党。哦、我真系俾吓死，佢仲谂到会斗党，而家同我哋一齐冇啊，冇嗰只歌唱歌唱啊，因为佢人变鬼啦，我哋唔可以同鬼合作嘅。啊，你知我讲咩啦？系咪画公仔唔使画出墙？所以各位。讲认真的，马来西亚大选随时会来，我们相信下个月解散，啊，国会开到4月4号，4月5号过后随时解散，一个月内投票，所以可能5月5，可能5月12号，可能4月28号，你不要管他什么时候投票，现在开始全民准备，凡是看到什么我们的讯息，传传传，分享分享再分享，好不好？好，记得记得，很重要的一点。我们知道城市选区的人民特别精明，不会再给国政骗，但是我们还有很多乡村的兄弟姐妹住在乡村的我们老家的、哦、有些太平啊、安顺啊、木歪的啊，那老家的啊，住在左后神阿妈这些，记得记得一定要叫大家回家投票，回乡投票，光荣嘎换政府，好不好？每一票都很重要，你千万不要再跟我讲啊，哎，多我一票不多，没有这回事啊！我们霹雳州是最好的例子，我们有很多区，你知道我们输多少票吗？我们不像你们雪兰莪，我们霹雳州其中一个区我们输14票，其另外一个区我们输52票，还有一个区我们输132票，这三个区赢回来，我们现在早已经5年前已经是霹雳州的州政府，所以各位千万不要以为你的一票不重要，每一票都很重要啊，老板。少你一票会死啊，真的死啊，现在不死给你看，包括陈根辛苦，尤其这一届大选啊，这一届大选是最激烈的一次啊，尤其有回教党来搞局三分天下的时候，我们每一票都非常重要，所以各位，马来西亚是我们的祖国，我们生于斯长于斯也将死于斯，有什么样的国家就有什么样的人民，国家好，社会好，人民才会好，为了自己下一代改朝换代，莫再等待，3月4月5月这未来的60天，让我们齐心协力，众志